阿拉一并喝过莫过酒，不丈母娘吃前桥真好，再敬丈母娘生老乡，勿大适宜，有风湿病了。哟，哎呀，都是阿拉公司里向黄经理嘛，哪能走路哪能跌跌撞撞啊？大概老酒吃了太多了。迭个人碰着伊，迭个人碰着伊啊，对自家没不利个。 上趟我当场报好上去，为了改革，我写十二条意见上去，三个号头了，一眼声音也没个，皮皮开拉倒了。哎，妹妹，我想你，拿着我的。王经理，王经理，侬晓得我王经理啊？哎，嘿嘿。 王经理，现在王经理名气老响的，泡炒米糊老头子也晓得王经理。我不是泡炒米糊的呀。哦，我是那公司下头的一饭厂里向的一四七厂里向的职工啊。一四七。哎，银八嘞。哈。我来跟侬父母讲了，哦，到行。王经理，那我姓丁，店名个曾叫丁曾。哦。哎，侬叫。 丁真，对对对对对，妈妈哪个啊？好的，哪个的才好的嘞？我有阿哥啊。有阿哥啊？我哪能自家也不晓得？侬哪能没阿哥呢？哪个么人家侪认得了？丁真哥，丁真哥。要寻我碰着裁缝师了，要么。哎，王经理，我什么最起哇？啊，前头了修马路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对，啥个？前头为了修路啊？哎。要是要路修至两个多号头，为了修人呢。 我报告，当上去三个号头，没声音了。嗯，不行，王经理，当心啊，这位啊。哎，妈。啊，奶奶，收掉。过来，过来。哎，好。嘿嘿，哎，王经理。嗯。嘿，侬身上有味道。 啥味道？讲得出，五十几岁生了会有啥味道了呢？酒香。哦。哎，侬这个酒不是一般的酒。哦，奶奶。不是白酒，不是啤酒，不是葡萄酒，硬胖硬是，酒。哎呦，这个酒味道有苗头的嘛？哎。要是我平头还没开，味道已经过去了。有吧？是这酒。啥个酒？ 火锅、木锅酒，哎，让我看看，阿拉照样看得出是吃老火锅头还是用老火锅头。吃老火、用老火锅头出来个？哎，看不稀奇个，一切就清爽。侬有搿眼把握啊？哎，照样可以讲侬吃出来啥火锅头。哦，哎，侬进去就。阿拉吃挑伐？那当然吃。那好吃，那吃吃芝麻，我没了，搞啥没了？再问，再问。 侬迭个酒做啥了？我摆了丈母娘去，不是小菜也没吃啥了，今天。哦，小菜，丈母娘吃吃蘑菇鸡，吃子更加蘑了。小菜有个，高高大米了，弯落下来，十几粒花生米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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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我们搿就投红了，差不多了。去，搿来得及，结婚证明。那行了，那得了小的农村了。搿里大个农村了。对，挖个农村了。搿里比较粗的农村了。得了慢个农村了。那这是哪只像你了是吗？哎，王经理，啥啥通过啥报告档案来？侬看过伐？啥报告？咦，我提十年都要改革经济个方案啊！十年都要改革经济啊！ 弄啥啦？是我想。好，没闲话了，有水平。讲得好，讲得好，讲得好。条条皆中要哎。地方报告写得好。哎，那现在客户呢？现在搿份报告哪能？把我烧脱了。烧脱了？侬哪能介愁了？地震报告好打上来。是的。地震报告实行。 不要讲那基层领导没饭吃，我这个经理也没饭吃。
哎呀，王经理啊，为了大家吃大锅饭，要打破个只大锅饭框框，也晓得吧？我所以想个么子个呀？哎，这个丁丁什丁丁啥？丁真。哎，小丁同志啊，不是50几岁的经理，应该是老丁了。啊，50多岁很年轻嘛，70岁小弟弟，80岁多了些嘛，年轻有为嘛。侬也理解我这个当经理苦衷了。哥，哎，哥，弟不能听的。当心，当心，当心，当心。这个，侬坐了个什么车？哎，坐了个啥子一样的？侬，对，当心。哎，气人嘞！我哥打上去声音也没，我烧烧的。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太过女了。我有话对你说。好，我过来了。侬刚刚便当来，哪能办法？我的笔试。哦。牛山。哎哎哎哎。牛笔试。哎。这种人只会得吹牛，要回头伊伐？搿种人勿是要回头脱伊，等了啥天呢？勿好回头。啥的啊？大报告一张通勿过，小报告一打就通过。我回头伊，伊打我小报告，我好回头伊伐？倒勿好回头。哎，还是不好玩的。哎，老母认得吗？老母，啥部门啊？后勤科科长老母。哦，人家千里母啊。哎，伊十级母啊。哪里十级个了？一塌或者一只级，叫伊包采购。一只级包采购啊？哎，侬想想，搿这样养伐？要回头脱伐？搿种人物是回头都到了，要来啥地了？老回头个。啥地了？上趟到黄山去疗养了，认得批跑外勤的，侪是外业作单位。对啊，我回头伊，明朝伊回头我，好回头不啦？早弄个俩搞起不到，还往回头嘛？不好回头的呀！要死了了，顶顶气人了。哎，我想想后事。别吼，别吼，别吼，稍微听一下，稍微再听一下。小杨晓得吧？小杨哪能个？当时个小杨。哦，哭死那个小姑娘是吧？小姑娘。面孔上擦了一塌糊涂啊！搿张面孔日日擦得像士兵一样。他一讲闲话要让开点的，一个不当心往侬面孔上砰喷过来。哦，中间人哪能会得用得着？我弄不懂的。夜班从来不肯干，夜班么吊儿郎当，叫伊加班么比上天还难。这种人应该回头吧？回头么算了，摆了啥天了？人家摆头硬呀。哪能摆头嘛？小杨那个娘啊，是郑局长。郑局长啊，哪嘛？哪嘛？有啥有啥呢？有啥了不起？侬想想看啊，阿拉局长吃伊拉娘个哪个？对吧？好回头吧？搿局长嘛，勿争气，会得是会得吃伊拉个哪个？就是讲，所以要提倡成功喂养。假使用牛奶，搿种事体侪没了。就是讲，现在来勿及噻。侬讲，这种人好回头伐？不好回头，哎呀，好回头。哎，那么王经理，哎，那么我写得来个建议，搿张报告呢？侬啥报告不？哎，我找外头。好回头个。哎，对了。哎，对啥嘛？对对对。先见之明，来，这个。来，啥这个了？报道后头，我找报告回头，哪才不好回头个？还不吃哪股饭啊？啥闲话呢？小丁同志啊。还小丁来了。不要闹情绪嘛，我也知道下面的情况是很复杂的。像你这么的年轻有为的干部上不来，是不是啊？我也有责任的嘛。给他找吧，要完了。明早8点钟到我办公室来报到，我提拔侬做我副手。哎呀，王经理啊，我提建议当报告，我不是为了升官。哎呀，应当提拔侬嘛，做我副手嘛。就搿能子8点钟啊，明早来报到。老酒吃多了，讲酒话了，现在。这个啥闲话呢？我这个人不吃老酒到糊涂的了，一吃老酒来得清爽了。这个叫酒徒争议，就这能决定了啊。哎，王经理，明早。哎，侬讲闲话算数勿啦？我讲闲话哪能勿算数？经理讲闲话哪能好勿算数？还要做经理啊？明早8点钟。8点钟。办公室报到。哦。迟到扣奖金。想不起要迟到要扣奖金了，讲。明早8点钟，8点钟起了再讲。
好，提早十分钟。哎，一个人也没个。哎呀，办公室是弄得不登抢，是要弄我收拾收拾。哎，马经理，马经理，马经理，走走，你走，走走走。哦，哎，王经理，我来报道来了。你来报道？对啊。你是谁呀？咦，小丁，小丁。小丁？哎。这么大的年纪冒出小丁，不像话。哎，王经理，侬叫我小丁呀？我什么时候叫你小丁？昨天怪叫我小丁呀，今朝哪里去？昨天什么时候我叫你小丁的？你讲话要负责任嘛。不是，侬叫我来报道来个吃的呀。哦，你是来报道的。对，哎呀，总务科这项工作还是有成效的嘛。对的，我前三天跟他们讲了，我的办公室少一个人来打扫卫生，打打手背，扫扫地，他们很卖力嘛，就派你来了。小伙子，小丁同志，好好的干，什么都是革命工作。两只台一块去打打台。哎，王经理，侬叫我来，想帮侬做扶手呀？你说什么？做扶手？做我的扶手？哎，你不要开玩笑嘛！我已经有两只手，你再来做三只手？不行，我到办公室里来偷么子来个？啊？不是，侬昨天都跟我讲的呀。昨天晚上我什么时候跟你讲过这种话的？那说那个就是这个吃老虎啊，用老虎啊，这个摘香蕉，这个时候你跟我讲的啊？昨天晚上？哎，你昨天晚上我在家里研究政治经济学嘛，怎么会碰上你这位小丁同志的呢？啥啥事？啥个经济？哈哈！我火锅木棍就不能吃得一半了，我跟你讲。侬自家讲哎，叫我到此地来，做副手，那么那火木棍就不能吃光了，对不啦？咱们那菜侬不要去管了。侬叫我咱报告事体，侬叫我不要吼，那么叫我过来。哦哦，我就怕那几道嘛，记得了。哦，对，啥嘛对。哎，好。对。那刚要我岁数，我才老头有的。那留着了。哎，总机嘛，这小车班，那你学清楚了，客气了。我是老王，要辆小车。小车啥的？丰田牌。车上了，是丰田吧？到这个上海闵行不到一点点，北桥。不是，个路途远，我上班不方便，稍微近一点，好了。对，就是上海市精神病防治所。我这里有个神经病在这里捣乱，不神经病了。